好，欢迎来到完蛋的全阵营选择，没辙呀，十秒，所以说讨厌这个版本啊，播音员都罢工了，原来播音员的活得我自个儿来干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雪人时间还平白长了那么久，降低效率啊！你每打一盘 DOTA， 你的人生就要多流逝五分钟。这样一说，是不是听起来很罪大恶极？请不要思考阵容，并支持随机选手1500块钱出门法案。双方头两轮倒是一边小鱼一边剑圣，一压一压油啊，正常。那我差不多该我随的时候了，还可以啊，猛犸一般。是不太好大的啊！见到他的时候我已经被踩住了，但是余少是时候给你展示一下父亲的爱了。队友打了一个点，难道对这一手随机很不满意？我觉得还可以啊。你要说我前两手不首选直接随机啊，显得对这一场的选择不太尊重啊，不太慎重有理。要是后两手随机，又显得我不会补阵容，在阵容分析上比较猜忌，也有理。但是第三手随机不前不后，中规中矩，堂堂正正随机，对我应该没有什么意见才对。你喷谁都喷不到我脸上。对面啊，总觉得好像有一种团战挺好打的味道。还好我们的也不太次，大概吧，大概吧。人家的团战技能范围比较小啊，我们的团战技能可能释放时机比较巧，都有各自的亮点吧。怎么还没开始啊？有没有感受到我在流逝的青春，流逝的人生啊？平常正常的世界线上，现在应该已经开始在看神符了吧？啊，或者说在符点已经开始被打了。反正那闲着也是闲着，对面三进战。风行影魔很好，我们家剑圣应该是去优势路发育的，确实没有打劣势路的。我可以列单也可以列双都无所谓，但是啊，正好我也不是很想打野，对于大部分打野英雄都有一些心理阴影，不要问我这个阴影是怎么来的。先来双鞋，然后一颗吃树，就这样吧，买不起稻草了，裸奔出门，先抢个下符，抢第一个符应该也没什么问题。就说俩吃树行不行？俩吃树，没钱买吃树，哎，可以。冰女是 read， 我给你，我给你。哦，叫沉默呀，不是叫我。那白白白白白，哎，正好，不多了，那多乎哉，不多也。你看，沉默本来他要是裸鞋，我就放他劣势路单，但是他裸了个挂件，我得帮他呀。我们是队友啊啊！你让我打野，我就打野。先去抢个衣服。对了。想起来把队友语音该关了，看比赛后遗症。OK， 回来，抢符应该没啥问题吧？往这一站，裸个鞋，对面一技能力也不强，呵呵，一技能力最强的在上面呢。那好了，剑圣大哥一崩啊，祝你高台景色愉快，三分钟后见。哎呀，还好双被动没事，说好的双被动，你不是贴，为什么一技学贴我？还好裸鞋还要走掉，一技点灯，你自个儿不是也崩了？然后别打了，我去打野。我不叫爹，我叫野，好吧？别打了，别打了。这事闹的什么情况？对面这两个一级，说好的一级双被动的，我们这边这么多三进战，你就不学个被动多偷偷属性？一级跳符王，一级点灯，什么心态？那剑圣，哦呦，别封野，我要不要吃一口回家去？都这状态了，还好开头没给那谁吃树啊，给了以后我剩两颗。我直接就死街上啊！中间船长打影魔，虽然我认为船长还是有一点小优势的。最开始的哦，对，还好是夜眼了，夜眼吃怪，哎，还是吃人马吧，吃不到狼了。一开始这边打野还是比较方便的，继续卡这个位置，先把小人马砍了。下路沉默术士，请努力的生存下去。不过跟小鱼走了，斧王不是一级只能拉野？对啊，跟小鱼 solo， 斧王在短期内是帮不着线上了，倒是也没问题，拉到了吧，拉到了。那继续卡这儿打吧，那边我不敢过去了，等待会儿吃 CD 好了去吃一口就得。
因为是夜眼可以卡这里打野，所以不太需要选择圆盾，可以买补刀斧。舔回的话就只能含泪圆盾，要不然会被打死。下面看起来虽然小鱼跳水了一下，还没有解到那个寂寞诅咒，只要上路安排了两个人，还是很强逃生的两个人打劣势路，那看起来沉默应该就还能混。这边是个大熊是吧，这人马对打野速度毫无加成啊！不行不行，赶紧开个焦土，要死的样子。吃完下一口，由于出门被揍过一顿，看来得回家一趟了。这裸鞋的好处，开头又不能占用中单小鸡运瓶子的节奏，上路剑圣应该是杀不到人了。这俩逃生的，哎，等一下，可以先看个神符，两分钟了。看这意思，隐没在中路没动。呵，我干嘛走这儿出来？自己封自己组野，吃不到狼了。这下面点了个灯，哎，斧王没吼，死不了的。我两级，他也两级，对吧？中间隐没打船长，你怎么死的？这个符也丢了。哇，猛犸已经到中间了，加速吗？不是加速，惊险反杀。猛犸也就是替隐没收了个人头，本来差点都打死了。那这个瓶子给你丢地上，哎，别出去。那谁？这是沉默。哎，给你丢地下，我拿绿鞋，快点。赶紧的，大侠，我去中路吃个经验，啊，你马上出来，马上出来，拿完了那个瓶子，我好拿绿鞋。猛犸是双倍符，猛犸是踩时间去的，中间其实一开始隐魔差点杀掉，这边，对啊，风行一个人，在猛犸离开的时候，风行两个打一个还被反杀，这怎么玩的？这蹬鼻子上脸啊，这没法忍没法忍。还好裸鞋跑得够快。风行要往这边逃，吃大药打断了一些大药。猛犸这边是没有鞋的是吧，等一下先把小鸡拉回塔下，要不然会死掉，送鸡了就不好办。然后我有焦土我有鞋啊，不惊啊，有没有害怕，有没有害怕，一刀砍，哎，没砍到，那不要紧，这个也可以。哎，我有焦土，吃瓶吃不起来，两口瓶子都浪费，一刀砍掉， OK， 找回来一些场子，然后拿到绿鞋。血量为什么回复到了这么高的一个状态啊？不管他，冰女有光环，那马上可以吃一口。嗨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刚才这边也拉出来一波，那吃个大的，好像吃错了。哎，要打是吧？那行，本来我一个我还打不过这个，本来想吃大巨魔的，吃错了也好。哎，一块来，少侠，女侠留步，我打不过这个啊！你要是说你不往那野怪上甩个技能，多带张 TP 吧，对面干的比较疯狗啊。你要是说不往野怪那甩个技能，我直接卡波中野的位置继续卡着打野，血量也很健康，有你的光环我也可以不回去。你要说神雕侠侣一块打野，打完回家呢，我也不反对，好吧。对，你也很需要金钱，很需要经验。你看我这大翅膀是不是跟雕一样，结果你一走我被打得跟雕毛一样。这日子怎么过的？野爹有冰女光环，能不回家尽量不回家呀。好在这一下的时间点大概刚好，这边再烧一下，哎，单打单那小鱼是没法混。哦，哎，多谢，留了一口最大的。那两级焦土正好吃的 CD 好了，也该吃到个狼了吧。狼，妈呀，好吧。哦，冰女是一张 TP 飞中，游走一波做掉了隐魔。船长刚才看他反杀隐魔丢水的反应也不错，看这意思船长可用啊，可用。往上走，上路兵线也在靠近。哦，有狼，那先去干上面一波，上面兵线快过来了，待会儿回来记得吃狼。能吃能喝乃真正法器，冰女是主光环的，还好我有一脚踩，输出虽然低了一点，但是控制很足。虽然我要走上去踩好像有点难。你先收，我找个位置看能不能踩到两个好位置，双踩，被顶出去了。单踩也行，这踩的前腰就是短了，我攻速怎么这么慢？然后我被风行挂了一下，剑圣也没跟上。这风行的减速，哎，等一下，焦土消失，他还有瓶子，不会这个都没杀掉，被一剑戳得很疼。然后还有，正好剑圣电一刀，我收下人头。剧本好像不是这么写的。哦，哎，你再过来，请戳死那个剑圣，没有什么幻象卡位，第二个风波。哎，没料到你还能抑住，对不起，本来能跟上踩这一脚，这人头是能拿下的。放下棒子，我不需要，我有绿鞋啊，正好回去吃狼，还惦记着吃饭呢。路过被人马剁了一脚，这绿鞋打断了。倒霉催的下路沉默终于死了，对，斧王终于来支援了。吃一口，开始进入高效打野，怎么了？哦，上神斧正好，船长是去控下斧的，对，隐魔从兵线上消失也是来控上斧的，偷偷摸摸吃了便跑啊！我绿鞋比他稍微快一点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对面对野区骚扰并不是很疯狂，
冰女，咱俩打野可以。哇，这里怎么拉出来一波？受到攻击。这边这棵树继续砍开来看，这里头是什么？胖子。嗯，就这样一块打一块打。哎，不用走不用走，我知道你想升级五级，挺好。不对啊，我也挺想到六的。算了，不打字了，人家日子也不好过。一会儿我们打完这个状态，我们再去干一波。上路兵线又过来了，猛马在。话说我是不是少了两个胖子钱？是我的错觉吗？猛犸和风行两个人虽然逃生能力都不错，但是其实猛犸是可以杀的。下路沉默是不是单杀了一次小鱼，还是没开大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吃个粉红色的小马吧，啊 ，Little Pony， 吃大马，好不容易吃着狼，这个技能我不太想换。上面是不是过去了一个谁？好像被发现了。大天黑的帽头有点虚，哎，风行躲躲躲躲躲。瞬间如癫痫般走位，但是其实俩人走一条线上去了。风行非要捆一下，还是能捆着俩的。那撤吧，我去打个六。五级的时候闲逛没什么效果，离点金还稍微有一阵，还得再打一会儿。你们准备越塔吗？越塔我就来了。漂亮的空波啊！我在野区注视着你，一个 V 冰女，一二两个技能都只有一点伤害是打不出来的。好像还是能杀，看看看看。剑圣已经开始绕了，冰女在正面，这个猛犸在这儿。好，剑圣有斩吗？你先不管了，我打前面那个。听见后面已经开始斩了，沉默开大，那这个已经是开过风布的，死定了死定了。冰女只要不死，万事大吉。为什么开完大以后沉默死了，一刀砍死这个前面的猛犸没死，还塞过一个大波过来。剑圣一套斩，看起来斩完以后被戳跑了，这有个赏金。我想吃也吃不着，哇，好多怪，这没有能吃的呀。小野没有吃的，呵，又是萨特，打倒是好打，吃不好吃啊，骨头太多，怎么全是萨特？我好饿呀。这、点大的还砍错了，又多浪费了点效率。那没辙，自家野怪全是不能吃的，待会儿去线上吃一口。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一炮压在船长腚上，船长勾引一下。好，一个寂寞诅咒，我给大。好，原地压炮姐寂寞诅咒，给你一个大，三个人一起追，瞬间风行一定少了俩。好吧，然后我继续追，影魔应该杀不掉了，又被定住一个。影魔是杀不掉了，沉默还有危险。船游不知道有没有抹到沉默，好像没有啊。油腻的沉默在哪里？你先死了，我能不能留下小鱼？好的一个叉的声音，漂亮，留住了，留住的是我呀。熟归熟，随便摸人家的屁股，在别人屁股上写叉，我一样告你骚扰啊。再说了，肉便器也是画正字，不是写叉呀。我已经饿了有一分钟了吧，好在兵线快过来了。你也说好是吧，有冰女那我可以出引刀了，毕竟现在叠着给大的抬手 0.5 秒，你跳别人脸上全世界的人都跑了，猛犸戳都能戳走，太慢了。跳大既然成功率那么低，还不如差点我就 TP 了，既然没发生战事，那安心在中路发育啊，反正我也没大，对吧 ？TP 过去只能吓人啊，仗着现在还算肥，再多拉张 TP。按错了，为啥把焦土都开了？点上塔，我是到不了，你们俩干吧。无敌斩马上有心，应该能杀掉。消瘦是吧？哎，又砍错了，砍小的，一会儿可以点大的。仗着现在比较有钱，又有冰女支撑我一段时间的优势期，引刀摸进别人去到处单杀是没问题的。上路稳定干掉，补位补了一个隐魔，反正没大啊，可以继续发育。下路要踢吗？已经死掉第一个了，第二他们再冲塔是可以踢的，结果不冲了，杀一个冰女拉倒啊，继续发育。中路，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上路有战士了，猛犸已经到了，一脸要冲大，打两个一波再摇个大啊，完美团。这边哎，猛犸好像被隔在这儿了，直接上去给大算了，这波还没波到我呢。插水给起来，然后直接一个大被顶了。大还没给上，哎，别跑别跑别跑，还好大有净化效果，行，死定了，已经不管你了。船长你要能杀就杀了他，人头我并没有这么在意。好的，空水逼走位，随便砍一刀砍死。这边剑圣转起来，总之我先吃一口啊，遇事不决吃一坨，吃完一坨莽一波，插住了一波，扁他，有人来支援我们，怕他，什么颜色？斧王，等一下，斧王，
吼住全世界，一刀斩完了，全部都要斩掉。我被钉在树上，斧王去砍谁了？冰女，冰女开大稳住了阵线，还赶跑了对面的阵线 ，nice 啊！冰女没死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你买货有啥用？我知道你有大 ，nice。这猛犸买活，先手斧王跳吼三个人，猛犸买活正在踢，怎么看都是完美团的节奏，给一个冰女大给搬回来了这场团战。虽说好像对面 A 等吃马上 CD 就好了，虽说刚才对面好像人事没起，小鱼好像一直在下路带线，这确实都带到二塔去了，那倒是也有些必然性嘛，不管他，赢了就好。那波团挺关键的，船长找到了我一不小心挖到的这波矿啊，一不小心拉到这波矿，上路有大狼，那正好点击点大的，把大的先加一个等级炮吧，红衣大炮，毕竟蓝挺富裕的，打着打着团战给完大以后就成步兵，感觉不太好。然后差不多左边把两条小狼一打，刚好够 CD 吃大狼，买下一个护符。哎，这种随时有吃的感觉真好，玩野爹肥不肥就看吃的勤不勤了。把这个小狼打掉还有几秒钟，然后把这个东西拉出来，身上有 TP 可以暂时不用买 TP， 把这大狼一吃，上路风行再带塔，我马上有大，有队友配合一下可以轻松干掉。等一下鸟先拉回去一个护符，虽然现在护符功能好像稍微改了一些，但是对我来说啊并没有什么用，这个机会不属于我。小鱼假腿瓶子穷的不要不要的，不知道是在憋点金还是在憋跳。既然我有闲钱帮你们变个鸟，哎，等一下中间好像打起来了，沉默开了大压住一下战场，然后斧王残血往后退，对面两张 TP 到了，我跑过去吧，队友应该还能有一张 TP 可以到场，省得我拖延时间，因为毕竟我跑得也快。这边兵力斩掉，然后这个也要斩掉，两刀斩掉，一发红衣大炮正好带走斧王，这两个跑得飞快跟狗一样的人我就不管他了。前面有一个在追沉默的，沉默顶住顶住，你不会死的，表几脚踩死我，给上大，然后我一定能带走他。哎，不好说，还得再补一个等级炮看他多少级，还好没被盯在小兵上，好疼好疼好疼！等一下，野魔有光环，哎呦，疼疼疼，要死了！这是再一下躲强力击，躲强击，他压根就没有准备射准我。不过，哎，等一下 ，CD 好了，富贵险中求，我要去吃个兵，再点个兵。我要是死了就秒退，啊，偷偷摸摸，哎，正好有眼，点大吃小，把小的打了。话说刚才我给小鱼的是不是一级打？先给大再加的点儿。不过他也有被动，会回血，死是死不掉了，何止死不掉，他还作案呢。冰女这个一给的不错，没有被小鱼吸解掉，刚刚做出来的风脸一道跳斩，临死前庐山鱼飞翔踩到了剑上刀把，痛苦倒下，没有跳出去。啊！我还以为你要说我是你爸爸。猛犸离跳刀还早，风行也很穷，我们这边反而好像每个人都有点小钱，那飞趟中路同队友把中塔拆了，大事还早，不过我可以吓人啊，你看这么庞大的身躯，开了塔防应该是不准备守了，去吃一口，这正面的兵你们解决，带老夫去看看他们家野区有没有什么好吃的。你看说什么来着，别人家的饭菜香，还真有人敢 TP， 谁啊？风行 TP 取消，斧王被晃点的直接跳火，然后扭头就跑，船长大哥你好像没有插水，自信传水了，然后这边乙魔自信两炮，第三炮，三炮全是空气，小鱼跳入战场也是空气，这场团战不知道为什么跟空气很有关系，直接开大，我这边大招还有两秒钟，好像赶不上了，能不能给上？刚好来不及，算了，反正我引刀好了。中路这张 TP 我没看清楚是谁，紫色的好像是风行，人球分过，马赛回旋是 TP 对吧？他确实不敢落地。啊，欲骗人先骗己，这个假动作晃过了我们全部所有人，也晃过了他的队友。门将直接出击跳吼三人，然后右边锋影魔被踢骨折了。啊，姐姐不更啊，我们不更，夜观天狼东升，下期今年不更，我先去抓这个小鱼人，他好像发现我了，那直接给大吧，这一刀破影一击伤害 A 不出来了，也 A 不着他，我要有毒球就好了，给个等级炮，还需要 A 一刀，哇哈哈哈哈哈哈，怀着狂笑追他，行，已经死了，看着他死去，好你个头，你是想赞扬好脚法吗？确实手法很稳健，飞腿暴踢百发百中，我便没想到这都能反补，空中拦腰一牙反补掉，这个石头人我帮你点了，下一个你自己打，比你打的尿流满面啊！我来打上面这个冷马，那吃小的吧，最近吃的东西都吃不饱啊，多给几条狼呀，没让确实虚，
小鱼大了等于没大，我这几级的大招伤害估计都不够他回血快的，还得进被动才行。船长也引刀了，对呀，船长是肯定会出引刀的，那我这引刀出得很作死啊。斧王有刃甲，有能力单杀我了。下路引魔带塔又带到二塔，去下路吃两口吧，正好野区清得比较干净，离刷还很早。我们这边除了剑圣插棒子能打远古，其他人远古也都利用不上啊。下塔正在攻击，小鱼宝石反野，哦，刚才被引刀杀了一波，第二波直接带宝石，但小鱼几乎是裸奔啊，少年气性真大。那我投资的初期经济优势裸奔的这把引刀基本没有什么用处，损失还是蛮大的。在打掉他的宝石之前应该不太敢单摸去找人了吧，碰见小鱼我不死就不错。上面我是没有 TP， 剑圣也是 TPCD 的，先买一个去求上面冰女士落地，以后船长到了插在地上，哦，先给的船水然后再补了一个小叉啊，这都是临场即兴发挥的连招了，都没有什么传统的无脑民工连了。船长一级叉给了三秒，以后确实好像很难用，救命啊，应该是有反影的，我给个谁大呢，你给我大的那行，我能给出，还好也没给出大来，省了吧。亏就亏在我又是带着点金 CD 死的啊，随便扔个塔防，估计这一波中塔是救不下来了。杀人拿塔，顺带待会儿鱼少带着宝石反一圈眼，冰女勤勤恳恳做的一点事业全给拍光了，估计剩不下几个，下河道的就全黑了。话说冰女在这个时间点居然有钱出战鼓，真不容易。对啊，队友好像都富的有点莫名其妙的富，当然剑圣挺穷的，虽说优势路宝的大哥，不过这年头大哥也确实都是这待遇，何况他还被顶上高台啊，观看了几分钟的风景。你是怎么下来的我至今仍未知道，没钱买 TP 就这样出门吧。这眼看着没了，跳得真准啊，裸平裸假腿就敢带宝石，这魄力难道要因为鱼少这个，这引刀好像开早了点，要因为鱼少这个举动把我们打成劣势，不好说，视野全黑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线上还真有人，你真是倒霉啊，引刀马上都要到时间了，吃一个大然后给一个等级炮 V 给上，随便开两刀，对面是外塔肯定有人来救，再砍一刀，准备走准备走，舒服机啊，刚好我们俩其实又躲反方向了，我被一顿臭打，一路吃一路点一路往后走，然后先不管，先往后杀一下，然后再加一下加点，前面听见无敌斩的声音啊，奉行躺在光滑的地上，减二啊，减二是沉默的爪牙，是小鱼的步伐，又被踩住了，我记得他有宝石的，赶紧走一个波往下躲，躲掉了獠牙，非常漂亮，及早吃到了船油，但是中了魂之挽歌，漂亮个头。不过这一波还是没打完的，冰女买活了，这边斧王也是买活了的，还能打，我这边交通马上有 CD， 我还有等级炮贡献一下远程输出，这边谁被小鱼拉住直接 TP， 斧王吼住很多人，冰女进入人群开大了，随军掩杀对面，要团灭。为什么这一波明显我们打的比上路外塔那一波要完美一些啊，要漂亮一些，一样是冰女进人群中开大，为什么全部死球了，冰女还死了两次，当然对面买活的斧王也死了两次，我只死了一次，看起来很幸运。虽说冰女的大招没人打断，但是好像冰女被活活踹死了，这果然是体质的问题。不过你看在乱军丛中一边被人暴打一边往后疯狂撤退，同时没有忘记吃喝拉撒，这种细节，这种玩爹的细节，这种注重经济发育的细节啊！快夸我快夸我快夸我，复活了以后待会儿再去吃点好的抚慰一下受伤的心灵。其实仔细想想这就是 OB 致死嘛，啊，重伤不治早回家早好，没必要在旁边看着是不是。线上先有兵线，那先把线上的吃了，野区不着急啊，会不会被跳吼啊，这时候再被斧王啊猛马那样的两个人跳过来再杀一次我就崩了。打完这个赶紧走吧，野区转一圈，上这坡不会有事吧，不行，恐怕不能直接出 A 了，先点个 BKB， 待会儿先买个斧头看看情况，直接出 A 要是扛不住前排就崩到底了，不能让引刀成为弱点，这小鱼已经出跳了，
那我这个引刀意义真就不大了呀，想要打掉这个宝石还真有点难，直接给大给不上。幻象正面小鱼是真的，我这边是假的，我干嘛要 A 他一下，我得被发现了，那这完了，早吓跑了，被插了吗？沉默开大，船长一套，宝石就这么掉了。这剧本的走向完全看不懂，哎，一魔手慢了，我这一个大是可以直接把他隐身搭出来的。哎呀，可惜呀，本来是两个人头，怎么了？猛犸跳大，哎呀，走走走走，以斧王跳猴，以魔跳大，完蛋了！随便人群中给个人大吧，我有头风。以魔打出来两个大，对面团灭了。哎，引刀还能赶上一下，一刀就好。hold住剑士，一刀，人头不是我的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对面的 combo 好像挺好看的，总感觉哎后面还有个棒子，先吃两口。总感觉念完技能我就已经该死了，我这边又没 BKB 又没什么减伤能力的啊，一套技能下来我这边不闪不避全靠内力硬吃所有 AOE， 没事活下来了，才掉了半血左右。对面死了四个，全部死球了，风行在带下塔，已经失手，还真带掉了，带的比我们中路带的还快一些。大赚了，这回打掉宝石了，赚的不行不行了，那又不着急出 BKB 了，继续出 A 仗啊，臭不要脸的出装计划，只要能稍微在前排站住几秒钟啊，扛住一小会儿就行，我并不需要一直在前面扛着进行猛烈的普通攻击输出啊，我只要不要刚丢完大就被人打得满地找牙就可以了。不过配件先不着急买，哎，隐身虽然大还有二十多秒，隐身符四十五秒没问题，还可以稍微多探一探，还是去他们家野区吧，我们家这边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对面线上没漏人，哎，隐魔有吸血是吧，还有十几秒，可惜了，刚好错过这一波机会，刚好单杀不掉这吸血。对，风脸也是吧，哦，风行在下面，我探悟了，不知道，总之很危险，我没有 BKB 还是赶紧走，再冒个头吧，看看这波大野还有没有再清，没再清就该走了，算了，没野赶紧撤，不敢走太远。哎，中路好像有红点漏了一下，中路小心，中路小心，这年头隐魔想走纯战装输出套装也确实难，还不如当射手搏一下啊，搏一搏单车变隐魔，后面沉默被偷了，好像是开悟，不着急，这边入场小鱼直接给大啊，像大爷般给大 V 一下，然后像孙子般逃走，对面要打我不要大，哎呀你真的大了，还好穿又及时给上，谁跳过来也不知道，好像是个猛犸，好像是个斧王，然后兵里在原地开大干掉了对面前排两个人，后面的好像被无敌斩收掉了啊，无敌斩还有，哎，小鱼顶着个末日在我们眼前出现，但是末日刚好消失，一道黑烟闪过，开大跳走，死了四个，奇怪的遭遇战，一波死了四个，就我给过大的那个小鱼没死，剑圣是在后面活活把人砍死的，无敌斩砍了一刀解除了，哎，没事没事，下一次就不会出现这倒霉情况，我 A 仗已经有了，只不过这种微妙的不爽的感觉是怎么回事，好像不是第一次了，我给了对面大的那个人没死，其他人死一轮，我是祥瑞吗？还是对面军团的祥瑞，稍微有一些不爽啊。这个肉山是可以打掉，刚想说其实有几波打架剑圣这个棒子放得很不谨慎，对面长手的人其实并不多，但是老被 A 掉，不过看起来这个棒子放得还是不错的嘛，所以说这一波打肉山对面应该也不会来骚扰，小鱼在疯狂的带上路线，我可以抓他一波，这盾既然无忧了，大人有大量，我不跟你们抢盾，但是一不小心经验没吃着，而且我突然发现我大招还没 CD， 白来了，带来个头啊，末日都没 CD 好，你带给谁末日啊，这高风亮节白展现了，去摸一圈吧，还有十秒不到，小鱼可能在收我们家，可能在收我们家这波大爷，不过去的好像有点晚，大爷应声剖开，小野应该也没了吧，哎，刚才带线带到那个位置，肯定就是顺手收这两波野，咣一床，一床撞死，然后正好有个大的，单杀了风行，冰女 A 仗，船长大炮，我一个有点金的爹，为什么搞得好像还没人家富？对啊，这几个队友都莫名其妙的有钱，除了剑圣好像反而没什么钱，下路兵线都上高地了。
兵线是麻烦啊。话说冰女大爷，你真的不打算弄点什么啊闪跳飞影的什么小道具吗？裸了一把 A 杖，二话不说就是开大呀。这全赖大招放的好坏，不过放的是不错，好吧，我承认，这自信何等充沛啊。偷偷摸摸摸一圈吧，看，哎，又一个隐身，真巧。哼，你谁呀？父王是吧？我还是你爸爸呢。咱俩这关系够乱的，算了，走吧走吧，你已经死定了。自信回头啊，抢符，这个地方抢符你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一级就学点灯烧我啊！大仇今日得报，得偿所望。嗯，成功单杀掉对面一个倒霉蛋，然后和队友一块打远古野，带着吃肉，啊，这种感觉挺好的。推下二塔是吧？稍微慢了一些。刚才杀掉斧王，第一时间直接推下塔，是划算的。现在差不多到那儿，斧王刚好复活，我刚好没大，这一波其实不是特别好打。啊，对面小鱼一直很专注的在照顾上路线。哦，对面要换塔了，我们还真不一定拆得别人快，全靠剑圣了。我们其他人拆塔能力相当一般，对面哦，双狂战拆塔，对吧？兽与狂战，这。不好，回家拉张 TP。 呵，鸟人怎么这么多 TP， 我的还没拿出来，算了，你们先运吧。那这一波对面要换高地，我们很难处理，还好一摩 TP 回来了，那点一个金然后往后站，我大招还有半分钟，队友其实全没 TP， 对面要是换塔我们很麻烦的，真的很麻烦。对面拆塔还真不比我们慢，但是对面清兵不太好。余少果然有一手，哎呀，棒子开视野，得婢女敲个鼓，这是要撤退吗？我马上有大了，其实可以，那我先就吃一口，我饥渴难耐了，有点饿。不好不好不好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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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随时都会打起来，下一波兵线已经到了，兵线瞬间清完，双方都是秒清，不敢吃不敢吃。虽然去吃口野怪估计只有十秒钟都不到，但是根据墨菲定律啊，我就去吃这一口野怪的时间，正面一定会打起来，我们一定会打输，一定会被翻盘，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。下一波兵已经到了，稳住，我是有大的。先把 BKB 点上吧，这回该出了。2000多块买不起也可以当个买活钱，上不上就看这波。你们 A 塔这一波兵，我想吃一口可以吗？挺危险的，吃一口赶紧跑，不对，赶紧走，很危险。猛犸楼上空大了，被船长水刀刮到了。刚才四个人站一块，确实机会很好，不过现在你已经不值末日了啊，你不值这个钱，你活着跟死了没有任何区别。 A 塔我站散一点，你们 A 近战，我 A 远程。刚才那个机会确实是最好机会，还好运气不错吧，船长水刀刚好刮到了猛犸，猛犸没跳出来，原地空大了，要不然我们真会灭在那。吸取教训吧，这波兵别贪啊。余少共勉，你要死。下面好像斧王跳吼了，听见声音，不过不重要，冰女死掉了，然后船长交盾，船长不要顶我，我在杀对面大哥呢，应该是稳死的。嗯，下面的话斧王跳入人群还是被搂死了，还算赚吧。我这样拖队单杀一个是否值得？还可以，下路已经破了，中路也是可以破的，刚好 BKB 这个兵给我就行，拉过来。我预感还有大勇呢。嗯，我方还有，对，比你死了没有回蓝，稍微有点亏。剑圣的棒子不知道还有多久，他应该还有一个棒子的蓝吧。哦，插住，然后那船给个等级炮，一刀两刀暴击了，点真好。但是打一个隐魔，临死前崩了一个屁，我们这边所有人都失去战斗力了，只能含泪撤。这波高地拿不掉，正好运到 BKB 没给 TP， 这边还出来了是吧？天神下凡进场，今日的我便不是当年的我了啊！来战，人呢？就一个啊，跑得还跟风一样，呵，好剑法。这风行我们应该追不着了吧？我是他，我就进树林 TP 去，看都没看见。今日的我还不如当年的我呢，这智商啊！第一次十秒 BKB， 砍了一刀的输出，还是引刀的破影一击，我吃多了，我真是。而且临死前打死一个隐魔，确实把我们都崩残了，高地推不下，好在绿鞋啊，马上有大冰女活了，也去逛逛街吃吃饭，顺便找找倒霉蛋。哎，下路的倒霉蛋，你好啊！有人蹲他，我就死给他看，该没有吧？
往回走，大概跳到这个位置。但是我引刀绿血比他走得快，哦，他也是绿血，他绿血没恢复那么快，人呢？跳走了，我来晚了，果然还是得出跳刀。呵，你一般人会敢带线带到这地步吗？绿血没恢复还用过吼？那行，我再等一次引刀 CD。DP 了呀，有人进野区了，那好，钻树林，钻死一点，钻死一点，我还有机会再等一次引刀 CD 往外爬，他大概在打这组大野，应该没问题，这下肯定能逮到小鱼，我来啦。我不是，有事儿没事儿手贱吃撑瞎逼乱跳癌，你这病没救了。一般拿跳刀跳也就算了，一般会拿这个蹦跶着乱走吗？这最近的年轻人打野都啥毛病啊？什么素质啊？乱跳乱走踩草坪，环卫工人很难做的。这倒霉催的呀，白赚了半年，还不如发育呢。中间是不是要打起来？还真挺多的。绕一波后，好像又插住了。哎呀，我绕后吧。被船撞的那个人应该是死了。被谁撞了？剑圣好像听见开斩的声音，风行直接斩掉。哎，我这边引刀爬过来，猛犸，哎，猛犸大！你看这倒霉抬手吧。所以说我其实，哎，算了，他跳刀有 CD， 我跳过去给大，他估计也能跳走，都一结果上来说都是一样的。哎，还有个鱼哨，鱼哨不是死了吗？啊，不是，鱼哨刚才踩过我的脸，哎，插住，啊，假的呀，嗨，假的也给个等级炮啊，泄愤。有电池任性啊！电池正在被影魔开着疯狂打，赶紧救人啊！电池这是真的吗？哦，有跳刀真的，开个 C 跳回来，行了，两段位移都用过了，爸爸教育教育你。又走了呀！哎呀，还好影刀还在打野是吧？我让你打野啊？谁让你打野的？啊，一顿暴打，技能全交。船长的技能是不是空了？算了，不重要。上路兵线一直带到高地，我们家没死人吧？没死，死一个风行，死一个那谁。啊，小鱼叫那谁，上路兵线是麻烦呀。中间他看见我用大了，我吓吓你，来跳走，鸟都不鸟我，好吧，吃兵。船长希瓦，一般你这个英雄是出希瓦的吗？那我只没办法，把魔棒扔了，我就不出希瓦了，含泪出刷新。我挺想出希瓦的，刷新不好用，不叫不好用吧，顺序经常按错。这事儿我是干过的，开头还算是优势啊，结果是潮汐还是爹也忘了，千辛万苦憋出刷新，关键一波团战跳入人群刷新先手，雪崩。不过这年头反正爹都得 A 账了，也确实有必要的话还是教育两个儿子比较好，虽然大招还没 CD， 拿引刀过去摸一圈吧，提醒一下队友还有半分钟呢。我是去探路的，对面要是不出门手，那我就来卖肉吧，简单卖一下啊，先 A 着他。剑圣，剑圣到了，那你来，你 A 塔比我强多，我吃一口差不多 A 完兵我就往后走吧，站后一点看着，不能再重复刚才那段危险的情况了。还好要不是猛犸情意空大，准确来说确实是被打断了，要不是船长打断那个跳刀，下路我们应该要团灭的，等于说破一路高地算运气好。不过沉默 A 刷了，冰女跳 A， 怎么这么有钱，这个钱给我吧，我还要刷新。少女不好吧，大爹有大量不和你计较，中路这波兵给我，我马上还点掉一个，狼多肉少，点金还有吃，我还有个吃，车子不让吃，好饿呀。下路我再去摸一波，继续像刚才那样摸掉斧王，不知道行不行。虽说对面挺分散的，也有吃的，别人家的饭香啊。猛犸路在线上清兵线，沉默跑过去先手了，未遂被跳走，偏鬼啊，下辈子也先手不到吧。哎呀，离卷轴还差很多钱，咋办呢？蹲着看野魔出来收一波兵补一下魂，那我也路线，身后蹲着都是人，我们这边反手确实强，船长有点远，那稍微怂一下，表面上装着不虚，慢慢往后退，赶紧走赶紧走，队友都撤了，还有个兵砍一刀再走，
摊一个兵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船长去打盹，小鱼在带上路的线，小鱼还是挺穷，我差700块钱刷星球。局面打不开，带盾上高吧。啊，反正现在闲着没事儿，吃一口，先把白胖子打了再吃吧，省得吃错了。啊，吃了白胖子脸会变黑。中间带盾莽一波，沉默有刷新大，其实应该比较好打。有 A 仗的话，对面应该那两个人是很难跳出来的。当然，我们拆塔的时候也很危险，这回别嘴贱就行了啊，我不上去吃就行了。猛马跳大，大住几个人是难免的事儿。我只要给上斧王一个末日就行了，剩下小鱼啊、影魔都可以，随便了。这末日直接废死一个人了，点了金，然后开始在后面挂机。你们上啊，借胜上去 A 塔，我在后面等反手，船长也在后面等反手。冰女都上去 A 塔了啊，我上去 A 下，算，以防万一啊，万一又被大三个，我们也很难受。虽然哎，摸奖失败，正好刷星球拉过来。我啥时候有刷星球这么多钱？刚才不差700吗？小鱼带上塔，我们都回不去，咋办？换塔，回去谁？船长，哎，回的不错，就他能够来个来回了。我们四个人回了都来不了。船长哦，没捆到树上，挺好。摸奖又失败，船长插自己，船长屁股下的插在哪儿呢？你跑回来的呀？啊，以为插自己的。你没插自己啊，跑回来逼格好低啊。虽然你逼掉了小鱼一个大吧，也算有点功劳，人家一分钟一个的。冰女小心，这冰女真是不把自己当人看了。吃一口，吃，哎，小心，小小心心吃一口，赶紧走。末将双捆要上了，要上了，准备好，谁猛满跳的好的先给你来个大，然后开 BKB 刷新。你这边给过大了不给你，然后这边还没放出大来给一个，来不及了，还是放出大来，那也行，反正我是没受伤，顶着砍死就是了。这影魔这个大爷算是白给，斧王跳进战场，不过开着 BKB 进场的，被活活搂死，长毛也打你啊！我这边有俩 BKB 呢，真是时间长的要命。听见船长掏笔画叉的声音，是被焦土烫死的？那完活了，一波穿到底，优势局啊！我们又是打反手，这年头反手是比先手好打，还射穿云箭来防守。我不是给过你大了吗？对呀，直接跑回泉水了，也是吧，也是打不死。影魔那个纯粹他也没垫着活，也就是说我给过大，真正算是给过大的，就给了风行一个大，全场好像不止一次了吧。除了我给过大的，呵，顶出来跳回去，调皮啊！除了我给过大的人，其他都死了。我这是末日呢，我这还是安全套啊。哎，一个船顶进去，我可以陪你进一下场，反正有船友，给个 V 再 A 一下，伤害还是比较高的。陆地见雪峰，夜眼马伯庸啊，不是，我应该算是天辉家的马伯庸。我看谁谁肯定不是，我大谁谁活，不大的都死了。什么情况？好像太顺了，要退票吧。啊，耶、yeah.平 AK 塔、再 A 到一个塔，这场就发了算了。好吧，拿来凑合一下事儿也行。小鱼踩住了谁？这边是冰女哦，顶着打死，砍死拉倒。里头还有个人，哎，正好我有个大，进去 doom 一下。不为什么，开心。让你一开始学一起跳跳我、难得上高地不纠结，顺顺利利开个屎黄色波纹机走庆祝一下。算了，不纠结，到时候实在没有就来这个吧。难得有缘分排到一块儿还能催更的，好吧，那就这样。最后祝您身体健康，再见。